当地时间21号，印度总统选举结果揭晓，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推举的候选人德劳帕迪·穆尔穆击败反对党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亚什万特·辛哈，当选印度新一任总统。穆尔穆将于25号宣誓就职，接替完成5年任期的拉姆纳特·科温德，成为印度首位来自部落地区的总统和历史上第2位女总统。